哇！哎，经理，刚刚那镜头吗？那个真的是，真的太厉害了。而且他那个真的是做起来哈，大家不要再缅怀过去了。快点啊！他会把我放在压轴，一定是有意义。那这样好剪掉。你要做什么？大家你要做什么？ 我今天要做的就是一个可爱的造型果冻。是啊，果冻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酒酒，酒酒，酒酒，你今天的这个好像要出来啊，大家都喜欢。哇，这个真的东西是妈妈最需要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儿子他最近啊，他在吃中药调身体，吃完中药之后都希望吃点甜的东西。那你与其去外面买一些什么果汁果冻，你还不如自己动手做，用你现成的果汁。果汁好不好？用天然的果汁，我们今天是做节目比较方便，一般你在家我会自己打苹果汁。哎呦，那就是纯天然的东西，是现做也没有防腐剂那些问题。蛮好的，而且很简单哦。来，我们就是用一个把那个像我们现在像葡萄汁，拿葡萄汁，它把它滚煮滚之后，用赤瘦的含天粉，你去超市都可以买到这个含天粉，500克的水，你就是放就是一匙进去这样
完粉哦，那你把它煮滚之后，融化之后呢？就好了，就结束，它就好了，把它放凉，对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把它倒出来之后放凉，放凉，我们这边已经有准备一个已经放凉的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就准备一个可爱的容器，像其实网络上很多这种造型的果冻啊，有可乐的，有多多的，你喜欢可乐瓶你就用可乐瓶，你喜欢多多瓶就用这种多多瓶来做，对，那今天选的是这个多多瓶，把这个。把这个已经放凉的成品，各位来喽来喽，紧张哦紧张哦紧张哦，来来来，好，掌声掌声鼓励，好，这一幕就值得了，好，你扛住了，就这一段，对。这到底什么温度的时候倒进去？就是常温的时候。你觉得是常温的时候，因为它毕竟这是塑胶容器，就是不要全热的时候放下去。Okay, okay. 你摸起来温温的就可以倒进去了，这样子。那把它放到冰箱大概冷却两个小时之后呢？我已经有先做了成品出来，哎，变成这个样子，颜色比较浅一点。很可爱耶，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可爱的果冻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其实就是脱模，对，我们就准备那个家里有那个小刀子啊，或是美工刀，我们来脱模。好，我们就先这样子哦，从这个边缘的地方，边缘的地方开始切，小心手，没有，他常用刀，大家不用担心我，对，因为他是黑道，他常用刀，他常就是这样子呢，把它这样切下来。好，不过还是真的要小心，这个它最好是要两边都要用，这样子把它弄好，把它弄打开之后呢，我们要来脱模咯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哇，来，我们放在这边好了，放在这上面，对对，就是把它打开来，哇哇，敲破吗？可乐瓶其实它也很简单，你就是把它的瓶口有没有剪一刀下去，然后你再往下割，它就会很好把它。他讲的是玻璃的啦，要买铝箔的啦，我们要买铝箔的，新的塑胶包装的。哦，哦，那可乐瓶跟其他瓶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来，我们现在先放。小很可爱的这包装纸，把它留下来，把它包上，放它穿，好可爱，这个好可爱，它穿衣服，然后袋子戴上，好可爱，对，这样子好像比较可爱哈，来就把它戴上去，有没有？可爱，它吃完中药的时候，它就会说，妈妈好想吃点小甜点哦，然后我就把这个拿出来，有没有？小朋友都很喜欢。
欢。而且重点是，其实有时候市售的果冻，当然他们有些标榜是什么纯天然，是不是？可自己在家做其实最安全。对，我只比较好奇它好不好吃。草莓姐姐、柳丁哥哥，你们试试吗？因为我跟你讲，它超硬的，真的吗？它不是想象中那个软。对不起，我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哎，这很硬哎，真的，很扎实。什么？这很扎实啊！哎，很像那个羊羔的那种感觉一样，羊起来，羊羹，羊羹，我觉得。哎，这个可以当弹力球啊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海军姐刚刚那个是差不多的发射性，回答发射性啊，对，差不多哎。我好想爬。可以切个，那我们可以吃吗？可以啊。哎，等下，我一直很期待，如果有那么大一个果冻，然后可以一口这样塞。你先吃，叫我三个，一口一口一口，好好，其实蛮可爱。小时候的愿望就是这么大的，很大。我跟你说，就跟那个什么我们以前常在菜市场吃的那种啊，燕菜，燕菜，菜叶，好，吃另外一边。好，那这样子，陈医师要吃哪一边呢？他从后面，后面那边。是脆的，好吃吗？是脆的，不是菜叶。不要啦，那边黄医师戳过了。对，很不错。我觉得很可爱。哎，请问用羊寒天粉跟如果用洋菜，洋菜的质地会不一样吗？我觉得是差不多的。我有用寒天跟那个洋菜，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同样成分，做出来都会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如果用果冻粉的话，或许它就会 Q 一点，对，会比较甜一点那种。对啊。就给小朋友的小奖励，又轻松，对不对？像我一样的妈妈都可以做。谢谢。我今天介绍那么多玩具啊，重点是呢，陪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宝宝妈妈的陪伴，或是陪伴小朋友一起听我们的悠悠点点名的歌。对，而且呢，我们悠悠点点明星专辑叫做《悠悠新世界》，然后呢，在十月的时候。陪伴很重要，希望宝宝们跟小朋友可以带大家一起来玩哦。对，十月六号呢在天母，那希望到时候呢宝宝妈妈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哦。重点是我们的专辑，新专辑全新的歌曲都很好听哦。好啊，所以等你们来。耶！我觉得这现在除了譬如说亲子互动、手影协调，我们其实发现差最多的是价钱。没错，我们看看总价差多少，好不好？如果今天我们这六这七样东西都是上这个上网或者在外面买的话，总价是2870。但是看完这个节目之后，你现在只需要花192元。的时代，所以手机其实常常的跟我们形影不离这样。那如果小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，他跟爸妈要求说，我想要一个自己的手机，我们到底要不要放行，或者是有什么把关的事要注意？我想这一定不会有标准答案的。那第一个就是说，几岁才可以给孩子拥有他自己的手机？可能有些人是中年级，有些人是高年级，甚至有些人是中学以后。所以我想每一个家庭有不同，那这个答案应该在于你们亲子之间的沟通。请问为什么你要手机？你有没有告诉我你的需求是什么？那我们看看这个需求是想要还是必要，是紧急还是不紧急。我们先把他的需求厘清之后，然后再跟他讲说，那我们的讨论结果也许可以给你，那就在你这个范围内使用。因为有些孩子他只是因为我同学有我也要有，那这个就不是好答案。我们要再探究，那你同学拿来用什么功能呢？为什么他需要有？那等等这些都可以让孩子的大脑能够好好去思考一下，不是爸妈不给你哈。那一旦给了之后，当然就开启了这个潘多拉的盒子，打开了，所以很多的使用规则要事先就定好。比如说每天呢，使用的时间是什么哈？那开机关机的这个规则，晚上睡觉要放哪里？像很多小朋友，他晚上其实八点后那个手机，或回家之后那个手机就是放在妈妈抽屉锁起来的。那这样可以避免你的孩子是因为无聊就开始玩手机，那这就不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希望孩子不要因为无聊而转向手机世界，他要无聊，他应该有一些放空的时间去寻找他真正的乐趣所在，还有他自己需要发展的一些大脑力，一些学习等等哈。那最后一个就是，手机之所以会最后被孩子当作成瘾的对象，一定是因为他
他没有人可以倾诉他心里的话，所以爸爸妈妈如果能够做一个好的倾听者，孩子就越不容易沉迷在手机世界当中。所以不要整天只是说不可以玩，不要玩，收起来，我要骂你，要就罚你，要干嘛？先想想自己。那如果孩子不玩，他跟我讲话的时候，跟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，我是不是有这个包容跟倾听的能力，让他把那个安全感再度回到爸爸妈妈的身上？我想这个比定规则、定罚则还更重要。了解。别忘了订阅妈妈好神 YouTube 频道，还有按下铃铛，让你及时收看最新影片哦。想要看更多精彩内容，欢迎点选旁边这些影片哦。